冲锋，以英雄之名。第七十七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中士，党员申畅没有想到自己竟有幸能和旅队历史上著名的战斗英雄庞国兴齐名。原来在前不久该旅组织的军事比武竞赛中，申畅不仅在多个科目中摘金夺银，还一举刷新了一项记录。除了庞国兴是模范共产党员，我们营里还有马江水士，王凤荣是模范共产党员。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自觉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该旅研究决定在扎实搞好教育授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向英雄对标、做模范党员实践活动。